我去，这个水流这么大，这能过去吗？太深了，不行。这个真不敢往前再走了，而且这个现在水位越来越高，这个还没有下雨，这一不小心就冲走了，而且这还只是冬天，这小寨今天的水流啊，真是太大了。往后退，往后退。这水我跟你说，根本不敢往前走。好了，我们只能等下次再来探索了。你刚才三个人都过不去，你一个人试一下，一会儿分开了，游泳分开了，咱以安全为了，你们俩别不甘心。我上次来的时候属于就是跟着一个走，跟他妈一模一样的，安全第一位，对吧？再来还有机会。从上面去，从那边绕跑。所有的人都不甘心。没办法，这个水流真的越往里边走越急，这水流太急了，不能干。我们现在准备返回吧，只能等下一个冬天才能来干了。那他妈这么大水。